位于林口南市街三林路与赤土崎路口，由于来往车辆速度都相当快，加上路口只有闪光黄灯警示，时常发生直行车与转弯车碰撞事故，地方便请托市议员蔡淑君服务处协助安排会刊改善。我现在位置是在南市街三林路跟赤土崎路的交叉口，那因为这边的车流速度都很快，那时常造成车祸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请交通局来会勘。那会勘的结果就是要在交通交叉路口这边设一个三色号志。经现场勘查后，发现当地车流量日益增加，来往车速都很快，为考量行车安全，决定在路口装设三色号志灯，避免事故发生。停止线往后退缩到双黄线的地方，让那个大车左转能够安全一点。再来就是从赤土崎路然后往南市街的方向画设一个导引西线。以上这些的增设来增加交通安全。黄建明特助表示，南市街路口处的车辆停止线将向后退，以利大型车辆左转能更加安全顺畅。其他路口相关标线增设都将于8月底前完成，使用路人行经此处遵循号志及标线行驶，都能安全通行。记者胡宇轩林口采访报道。